怎么了？我什么时候成你女朋友了？你不是吗？不是啊。还是你不行？那看来是想的嘛。不管我想不想，你总得征求当事人的意见。我同意了。你同意了？昨天晚上你喝多了，我把你送到房间，我要走，你拉着我的手，问我想不想做你的男朋友。我那是醉话。我听着，倒像是实话。好，就算是我先提的，你也同意了。但你明知道我喝醉了，可能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你还一整天都不联系我，我怎么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还以为你又要跟我道歉，不小心亲了我呢。我不是给你写了纸条吗？什么纸条？我放枕头边上了。可能是掉下去了吧。我吃饭了。亲一下嘴唇而已，有必要漱口？难不成你有更进一步的想法？没有，我只是不喜欢自己嘴巴里有味道。有更进一步的想法也没关系，反正咱俩也不是第一次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好好漱，等你啊。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